什么叫我一副被糟蹋了的样子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的心情很不好，你们不要动我，害怕。算了，妈妈说吃个巧克力心情就好了。那么卡怎么办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卡。冷静冷静，我本来想变个八个大树给他来一下。你们去别人那里卡不卡的呀？就我的直播间卡对吧？我关了，打完这盘。就我卡是吧？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我等一下就回来。吃碰杠胡吃。到底卡不卡？到底卡不卡？小虫子。我自己看我直播的视频，脸都不动了，你们还说不卡？一群骗子！
我看自己直播连脸都动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连脸都动不了，跟我说不卡。我要换歌，这个歌太难听了。